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是11点30分。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热门股 MyEG。MyEG 今天的表现不错啊。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已经突破了这一个筹码峰，看到吗？这个 K 线突破了呀。突破当然是好事啦。但是这个时候呢，它也是很接近它这个前高的这个high 呀，这个啊，就说意思是说它突破这个还是不够的，还是不够，还要突破这一个 high 成为 higher high， 就说新高之后呢，才算是一个成功的突破呀。我们要算确认，就说它这个确认是好的呀。所以它这个呢是多少钱呢？大概是 1.06， 还要站上去的话最少要 1.07， 站上去之后也就出现这个青色这样子的哈，这个才算是好事，或者是说今天它就可以站上去了这样子这个也是 OK 这样子可以先，这个还是 OK，突破这个了这个还算好事啊，让它整个这个呢就是变成它的这个支撑盘现在呢它正在面临主力线，这个当然不是一个追的，不是追的一个时候啦，因为我们要观察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突破这个是会不会突破，我们要确认嘛。如果它是突破的话，这样子这个老实讲是一个买入讯号，当然止损呢就是这条线了这条 K 线。如果它今天不能够站上去，然后呢又好像出现这样的这个回来这个老实讲当然是不可以了，当然是不可以追呀。所以我们就不确定嘛，所以我是说不可以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我们不知道它是会往上呢还是往下呀，不确定。要等它突破这一条线之后最高度，我们就说这个是往上的所以现在呢继续的去观察，不要冲动我们就看收盘，看收盘价它会不会突破 OK。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当然是并没有任何买卖建议，谢谢大家。